坚守是绑住所有的愿望，绑住所有的愿望。所以等一下你们做灌顶的时候，经过这个灌顶幡，你们就把心中本身的愿望讲出来，把你们心的愿望讲出来。其实他这个讲出来，但你这个锁印呢，你觉得锁印就是坚守的锁印，这一种叫做坚守的锁印啊，这个是代表坚守，两个圈圈互相勾住，然后这个其他的指头合起来，这是不空坚守，不空坚守的意思。